我们用阿法粒子去烘皮的话，可以得到碳，然后放出这个粒子。那个粒子是什么？我们就把它写下去。阿法是24，好，去撞皮是49，那它会变成碳62加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反应前二加四会等于反应后六加零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零。反应前的质量数四加九等于13，等于12加一。好，所以这里是零，这里是一，我就可以知道它是中子。所以现在问你哪个是错误的嘛？好，那它是来自于原子核，好，没有错，它是撞出来的，从原子核跑出来的。那它是频率很高的光子，不对，它是中子才对，因为它不带电，所以在磁场中不发生偏转，这是对的。那质量数它是一，跟质子一样都是一，它是中子也没错。像这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